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深田。黑头粉刺有没有看到？一整天我的黑头粉刺其实也是很惊人。然后呢，你看我这边有一个大痘痘，有没有看到？台北市的空气其实也越来越糟糕，很多人都会说，到底黑头粉刺到底要怎么清洗掉呢？金盏花洗洗非常的厉害。它有一个非常软细胶的刷头，按摩我们的鼻子，以及让我们的鼻头粉刺去刷掉和代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厉害的。它是一种泡沫式按摩，有没有发现到？你看，它一按下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泡沫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泡沫质地非常的酷？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洗面乳呢？它里面呢有含一个叫雪绒花萃取液、金盏花萃取，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去做调理。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薏仁萃取，你也不用去搓揉，它就是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像这种东西呢，就是直接轻轻的就可以去清洗我们的脸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哦，像这类的东西呢，你就是又可以用打圈的方式，以及搓揉的方式。粉刺的部分呢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哦，可以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上左右，然后呢再打圈，做清洁后的保湿以及保养，这就会非常重要了。来，我先不用水清掉给大家看，你看，先擦掉，给大家看有没有看到我的妆容？有没有看到？轻擦掉，洗卸二合一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粉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告诉大家哦，这个刷头呢清洗也非常的容易。看这个清洁刷头，轻轻冲一冲，它就掉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洗完脸之后呢，我们来检查我们的鼻头粉刺到底剩多少呢？哇哦，你看到？你看，鼻头粉刺有浮出来的，有些粉刺呢就直接是掉下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非常的干净耶，有没有发现到？我现在呢要做一个小实验，口红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有擦口红啊，或是擦腮红啊，甚至化妆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一样，轻轻的抓上去，你看哦，一二三，轻轻的擦掉，你看有没有非常的白皙无酒精？所以过敏性的肤质的人呢，他都可以去用黑头救星，就是我们那个美咖的粉刺洗卸的，你看，非常的厉害哦。